林阿公高龄92岁，装导尿管10多年，日前换导尿管时发现血尿。你讲是放尿哦，有干灰的，啊，怎么到这不安全的 ？X 光一照不得了，阿公的膀胱因为尿滞留，养出一堆石头。对，我上次解释整个膀胱，整个到处都是。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，因为石头过大过多，无法用内视镜，只好采取传统开腹手术取出。算一算，超过100颗石头，共200多公克。像膀胱结石常常就是解尿的问题。那病人是，譬如说射护腺肥大，或者是还有其他的神经性膀胱引起解尿没有办法排干净。这些都手术过呀啊，肾绝对不爱看的。另外一位中风失智的妇人也因为血尿就医，膀胱结石几乎占满整个膀胱，手术取出长达8.5公分，比鸭蛋还要大。人体许多器官都可能结石，但预防方法不同。肾脏输尿管的结石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两个原则哈。第一个，喝水要喝得够。第二个，少吃一点点盐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这样子可以预防肾脏输尿管结石。如果是膀胱的结石，其实最重要的。要治疗他的这个排尿功能的障碍，保持健康，多运动，补充水分。有家族病史，建议每年追踪。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